海洋大对象啊，这是刚刚剥的一点壳啊，看看咱这个肉，壳厚啊，壳厚，壳薄啊，壳薄肉厚，薄如纸啊，看到没？直播间有福利啊，想吃的话可以来咱直播间啊，马上开直播。哎呀妈呀，这虾啊，老铁，蘸点啥？蘸点醋吧，可以不蘸醋的啊。嗯，这个虾直接水煮都好吃，口感自带鲜甜啊，嗯，太过瘾了。看它这个，看到没，这个虾是新鲜的虾啊，而且回家的话你就直接水煮，啥都不用放啊，我就直接水煮，水开了之后过个1分钟出锅，就这么简单啊。